没有人在唱，你们是这个月里面第一出演。来，嘉敏，下来，因为在台上。
样访问你们哦，我们怕会掉下去。四分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太棒了太棒了，真的给嘉宇一个好好的支持他。对，听说今天第一名有洪天磊。洪天磊，我不知道有洪天磊这事。好了，又又又。我洪天磊到现在我都还没想到，我等一下，我等又刚刚还特别，不然我隔壁又会更进步，就差那一台了。就是因为可是洪天磊没办法练，声音很大，你确定你要再加唱？那个重点不是呢，你有卡拉洪天磊以后，你们家附近那里的房价会掉。我们隔壁那个阿妈她年纪蛮大的，她应该不会受影响。我可以加买一个孤勇者挽回。哦不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你别个唱一条啊，那就对了，可以啊。他刚彩排唱很多首哎。对了。去吗？去啊！这蓝绿的披风战马，这蓝绿的披风战马，只能黑白加油，加油！行行啊，行！皇上驾崩喽！我这首唱的不错。你每一首都唱的不错，很棒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只想套一句中国大陆的话来问你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包老师专业的，专业，你看，啊，专业，什么？讲不出话，哑口无言了。Speechless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是，我真的，刚才这个宪哥已经把我第一个第一句想要讲的哦讲掉了。哎，你哪来的自信？那是嘉宇的台风不错吧？台风稳。我印象当中，我记得好多年前。嘉宇就上过宪哥的节目，参加歌唱比赛。对对对，嘉宇一点都没变。Don't stop, never give up。有一个想象，雨下的再大又怎样？因为我也在想说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插入了 key。Dream of love。他的思路跳很快。对不起，我们家人会议这个不对啊，不对。我好像找到怎么样？好了，亲爱的，我看你后天雷一定要送给我。后天雷，嘉宇，嘉宇，嘉宇，后山对，你的个性是不是一言不合就唱歌？对啊，胖来，千羽姐，龙姐，龙姐，你怎么看？千羽姐，千羽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氛围跟气氛还不错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，对，有把那个感觉带出来。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异于常人，嗯，哪里？他的气比我想象中长，很奇怪哦。这首歌其实最难，因为我平常有在游泳。哦，是吗？哦，难怪，而且他的运用气的方法，他应该是属于青蛙的。青蛙是吗？青蛙，你看我们是不是丹田？没有，我是横膈膜一下，是是是，气吸到腹部，对，顶上来，腹腔，对，他不是哎，他气吸到腹部不顶上来，哎呦，他用胸部的气，胸部共鸣，哦，胸气哦，所以这样是代表，很厉害吗？完全不正确，完全不正确，完全不正确。可是他可以把那个吸到肚子的气。你的个性是不是一言不合就唱歌？对啊。OK， 可以吗，老师？我讲好听一点，不要再唱。不是，老师，洪天磊会放你家。我的意思说，洪天磊拿过来，他一直用喉咙唱歌了。对对对。就是说你的丹田的气其实没有上来，你把那个丹田的气一直留在腹部。哦。所以这也是异于常人。气有吸到腹部，但没有出来。但是没有送上。那我要怎么样他才能够？那没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改变。这个有点。这个那没有办法，这个要回家练。要包小回家练就好。小松老师啊，他讲的会比较深入一点，你不要见外。我会回家用轰天雷啊！要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赶快去弄好不好？谢谢高嘉宇小姐，谢谢谢谢嘉宇，谢谢。